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亲爱的大表姐。现在是早晨的8:30，我们在天坛公园的门口，现在在等汤女士。今天早晨是一个雨后的清晨，然后上一次大表姐来还是深秋，然后我们这一次是一个初春，昨夜刚刚下了一场春雨，空气也比较好啊。有些人要看波波微针的效果，那脸反正对纯素颜，反正就是脸亮了，这皮肤亮了。上一次来天坛公园的时候，大表姐还是一个220-230斤的人，然后现在她已经变成了160多斤的人。然后上一次有很多项目 PK 不了大爷大妈，然后这次来的时候看看有没有进步，有没有自己可以做的项目。不过最后得出的结果肯定是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，你大妈永远是你大妈，真的不行。走，看我们轻快的小步伐，扭啊扭，扭啊扭啊扭。我们不知道是来早了还是来晚了，公园里人很少，然后特别安静，我有些懵了。别跑，别跑，可以贴到脚上。啊、哦，太厉害了！年轻应该好的，也不太行。来，我先，我来。哎。哎，那是不是我腿太长一点？以为是头疼了。不可能，告辅导师，告辅导，你是什么？后边的后腰的韧带拉着劲儿，你没给撑开。不行，肩盘硬，腿盘希望年轻人要早一点，有这个锻炼的意识。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没有时间，然后退休了之后，在天坛公园已经练了10年了，然后一直在告诉我说，你们年轻人要练的话，就会更容易增强体魄，增加体魄，增加耐力。我觉得你们。是南方人，不是啊，不都是北方的。到北京来是上学的来着。哦，工作。那你们年1到20，20顶多20。大爷，你一定要长命百岁哦。大爷说，我俩不到20。你练什么？他健身。健身。健身。在健身房里。对，我之前是因为身体不好。那你经常锻炼，你身体体质增强了吧？啊，好多了呀。他瘦了好多斤。啊，你这个这胳膊肌肉有力量吗？有一点。来，坐这扶上。突然被检验了。行，可以。哎，挺好。这东门你们去那儿看看了、哎呦那儿呢大部分退休的人，他们那场面很壮观。那我们先去那边溜达一下，等我们下次来的时候大爷过来找您啊。下次来的时候我估计就能坐仰卧起坐。咱们一块交流。行啊，好走了大爷，拜拜。大爷好棒啊，刚才我对大爷要求现场做俯卧撑，然后还想让我做仰卧起坐，我说我仰卧起坐做不起来。小松鼠，这是一只爱干净的小可爱。哎呦，你好棒！一日万步行，健康你一生。波波，你每天走多少步啊？啊，你每天走1万多步？当然了。那你会健康一生的。加油！怕那个大娘招过去。这手指特别有劲儿。哦，都是大爷大妈们。多少咱好像有一些格格不入。是的，只能通过这种轻柔的运动来试着融入他们。这太好笑了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还有大爷在那磨脚，大爷磨脚磨得好开心呀！你快看看这大爷，这大爷在磨脚底板，啊，疼吗？疼吗？疼！哎呀，你现在腿可真细呀、啊！
你现在腿可真细呀、啊，你太可爱了。看，汤女士要上了，加油！啊，好看。这个对我来说是个挺好的呢，我能够200。你看那个大爷好灵活，他蹦来蹦去的。他要是你看这些大爷大妈都是退休之后才开始健身的，你现在开始练绝对没问题，把虚胖去了，变成实胖。咱们来天坛公园的目的，就是让老年人给咱们一些正能量。咋样，舒服吗？这就是按摩椅，你看又不花钱。什么？踩到那上面，我可以。好。哎呦，这个我不行。你好像在打碟。你会爱我吗？如果我是 DJ， 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我刚才站在这儿，隔着树，我看不到中间的架子，我以为他俩像网络上那样跳舞的都背。哎，感觉好灵活呀！而且你看这停了。而且还是从腿这边过去。对。哎呦！我说咱去相亲角吗？波波一直以为咱们早晨要领着上相亲角相亲，然后穿的特别正式。他跟我说的啊。特意穿的非常正式。是特意在平常的一周一般黑当中加了个白。穿的小马甲。穿的啊？还有马甲？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。上去相亲角了，开心吗？想找个什么样的好婆呀？说说你的要求。善良。我只想找个忠厚老实的人。忠厚老实的人，勤勤恳恳。现在资料上可不用写，人家只能写什么985211。月入多少万？什么学？本地户口。那是我。有车有房，没事，你有一身才华和美貌集于一身。这孩子从小啊就是一身的艺术细菌呐。还不是准备干嘛？你看，他太急。卡巴卡巴卡巴卡米卡巴卡，嗯，学会了吗？学废了。太极好，不适合。是吧？你不太使啥劲儿，以柔克刚。我挺有劲儿，发明。然而我们迷路了，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相亲角。我们现在在祈年殿，远处就是。然后已经决定结束今天的天坛公园之行了，然后马上就要出去了。总体来说也是非常的开心，在这些大爷大妈当中也感受到了这个健身还有锻炼的魅力，觉得每个人都精神矍铄，然后身体倍儿棒。对于我自己来说呢，这次来比上一次身体肯定是更轻快了，因为我这次比上次来的时候瘦了几十斤，然后也比较轻盈，刚才还在这条中轴线上跑了一圈。波波刚才还说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常来，有机会多早起出来多锻炼吧，以后我们不要老组织一些这种干饭的节目，然后可以出来多溜达溜达。哎，咱们去爬香山吧。好呀。红螺寺。现在波波对哪儿都不感兴趣，只对红螺寺感兴趣。他说他已经做好准备结婚了。我说你都准备啥了？对象都没有。北京现在春天已经来了，花马上就要开了，都已经有花骨朵。然后那就等，比如说下周或者什么时间，咱们一起就去爬香山吧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都运动起来，健康起来。拜拜。叫我 vlog 之王好吗？求你了。